最后一场了，所以呢，加码一个小时让大家拍照。Dancer 吓到，好来，加码十秒钟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当然的话呢，今天现场的朋友们，如果想要呢 iPhone 5的话，远传现场有现货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请大家赶快把握，最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了，赶快呢来到远传现场申办 iPhone 5。那当然呢，如果想要优质平板的朋友们，今天呢远传一样哦，闪送的 Tab 2 10.1 的话呢，让你用专案加购价99元，可以带回家原价呢6490块的平板，今天让你用专案加购价99块带走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当然也希望大家不管想要申办手机平板的话，远传有最多最优质的方案以及内容都值得您来参考。所以呢，最后的十秒钟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。好，我们谢谢现场的朋友们，那当然呢也希望大家把握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小时的时间，赶快来到远传申报我们现场的优质方案以及内容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1月10号到15号是我们台南资讯月，也希望大家呢在1月10号到15号都可以来到台南继续支持我们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